转角九十度，再开九十度，脚尖转正，两脚平行内扣，身体保持正直，下蹲，稳马步。踩好之后，我们现在做移胯训练，移过来，身体要正直，胯要成胯，后脚要推正，上体保持正直，身体不要歪斜。二，慢慢移过来，这个胯要平。三、四，推过来。每天做移胯训练，每边十下、二十下、五十下，慢慢增加到一百下，身体稳定。好，常犯这个毛病，常犯的毛病会有这个，身体歪斜。哦，常犯的毛病，上身起伏，就会变这样。哦，这是常犯的毛病，不要，身体要沉化。好，再看一次，撑起来，跟沉化吃下去。好，往前推动，沉化一定要稳定度，左右要平衡，身体要正，推化的时候缓慢。哦，身体微正，维持住，慢慢练推化。哦，推久，两脚平行内扣，不要变。哦，这个东西要练起。好，最后回到原正，然后再慢慢收回来。好，完成。